这才叫舒服啊，我觉得都可以洗澡了，就跟一个浴缸一样的。那现在已经很牢了啊，我中间可是一根柱子都没加的，中间全部都是空的，我还得再敲几根柱子下去。可以可以，敲完柱子就开始铺木板吧。再敲个七根呢、啊，七根柱子。哎，直接用切割机吧。哎，终于弄好了，几个树桩打得累死了。哎，开始铺木板啊。哎，每个地方打两颗螺丝啊。哎，看上去没多少，其实打螺丝要打很久的。这种奇形怪状的，就是每铺一根都要量一下，那最麻烦的，每一根都要量。哎，又开始下雨了啊，螺丝也不够，准备不充足啊，稍微踩几块吧，踩完几块下次来打螺丝好了，现在雨还不是很大，还可以再干一会儿。嗯，好了，铺了这么多了啊，天都黑了，不停的打螺丝打螺丝，明天接着铺吧，快了快了，还剩一点点，修修边角就好了。